高雄市长补选倒数最后一周，蓝绿白最后冲刺，谁是最后赢家？两年前又老又穷，成为选战攻防焦点。两年后老穷没改变，三位候选人谁能解决？陈其迈提出科技转型，吴怡正主打绿色经济，李梅珍要打造蓝牛酒香。青年就业、产业转型、财政负债，蓝绿白政策比一比。周五晚间八点，南部开讲。青年观点、产业需求，谁是下一位高雄市长？